常看到草花海棠甲伊红滴，花卉种类范围真宽，包括各类型会当提供观赏甲绿化的植物。无同款植物顶端发生的海棠种类也无相同款。下面就来介绍花卉顶端比较较时常看到的几种海棠。以及放置上应该注意的事项。叶棠爱觅伫植物的叶、叶啊，以及花苞顶端，关系真紧，所以看到拢是规定。比较较时常发生是蜜蚁甲土蚁两种。果实胎生的叶棠，伊的生棠身躯色地，因为架子甲季节的无同款，可能由暗绿色的一直到绿色的，或者浅黄色的到浅白色的。同一个所在的叶棠，原来有无同款的色地情形。有时胎生的叶棠，伊的生棠身躯是乌色的。叶棠几年拢会发生。以秋冬甲初春的气温比较较低时阵，发生也较严重。这个时阵又搁拄到大热天气，叶棠反噬搁较厉害。叶棠是用嘴吸植物的汁，会使新生的叶变小，叶片原来更嫩变黄。伊会传播植物毒素病所造成间接危害，往往比虫体直接危害搁较严重。花卉顶端的叶棠大部分都是杂食性，同时以多种杂草植物为家主，所以清除田间杂草会当减少伊的危害。食虫伫咧发芽或者开始抽花苞的时阵，叶棠发生也比较较严重，这个时阵应该注意防治。在植物顶端会当直接使用药剂，或是将砂糖粒剂带伫根部附近土地两至三公分的深度，会让根部吸收土壤中的药剂，达到防治的效果。刺蜱体型真幼长，大部分拢是蜱伫花的部分。生虫甲幼虫拢会危害到花蕊，伫高温大暑的季节发生搁较严重，伫设施内面繁殖搁较紧。伊造成的伤口会伫花瓣顶端留落白色的或者咖啡色的斑点。其中以台湾花刺蜱甲花刺蜱上普遍，危害野外刺蜱时常看到有小黄刺蜱。到刺蜱顶顶，幼虫甲生虫拢秘伫叶片的表面，会使叶片产生伤痕，表面更嫩，叶片变小。拄到开花时阵，有一挂生虫原来可能飞到花蕊顶端，但是未造成伤害。在使用砂糖药剂时阵，应当特地喷到花苞、叶翼、叶啊表面等正所在，才当充分发挥药效。饮食物质对你植物有加片的作用，用饮食的塑胶布覆盖伫田间栽种作物伫果面，会当减少对你空中飞来的刺蜱。分散比较较时常发生有薰草分散，有一挂地区温室分散原来发生。卵是浅咖啡色的锥形，蔗糖是浅黄绿色的扁锥形。多部分的蔗糖会四界飞，找适当的位置来固定着生在叶仔表面，用嘴来吸叶仔。生虫身躯是浅黄色的，是白色的，伊爱秘伫叶片的表面，拄到叮当时阵就会飞走，但是同款伊阁飞到其他的枝叶顶端。
伊温室内面比较比较容易发生。牡丹会当活三四十天，每一只牡丹产卵数百粒，繁殖力真强，短时间内对当大量繁殖。蜜伫叶片啊表面，树叶片打脸，原来造成黄霉病以及毒素病的发生。粉色的寄生性天敌真多，亲像寄生蜂对你粉草粉色有真高的压制效果。当花园中发现到寄生蜂的时阵，尽量卖喷药，以保护天敌。使用黄色黏板会当诱捕粉色生虫，放地时阵尽量放伫顶端的叶片所在。粉色生虫经常固定一个所在，未四处飞，所以有叮当记号会使生虫飞开，也当使更加侪粉色飞向黏板。当粉色发生严重时，就要使用药剂。每七到十天使用一次，喷药的时阵一定要注意药剂，要喷到齐全，才能发挥有效。白毒虫生卵在叶片组织内面，幼虫孵化了会吃叶肉，造成明显的咖啡色线状伤痕。在花卉顶端比较较时常看到有花椒菊、白毒虫。其他也還有托马豆、味道糖、花莲豆、味道糖等等。卵是全形、半透明的白色的，幼虫浅黄色的。蛹是长全形、橄榄黄色的，生虫是乌色的，有金黄斑点的小白虫。你是拢伫食粮内面，伫咧飞跳。生虫原来的树叶片造成真侪破白色的斑点，春秋季节繁殖真紧，在冬季加气温比较较悬的热天，虫数会比较较少。危害严重时阵，整个叶片顶端拢会幼虫吃过，影响到叶片外观以及食粮的成长。非洲菊、味道糖较爱伫菊科植物，除了菊花以外，花园四周围尽量清除菊科杂草，亲像乌点鬼啊，避免味道糖的危害。设施花园中爱放黄色的黏板，会当诱捕味道糖的生虫。在放的时阵，尽量放甲植物顶端的叶片。在花园中，是以每隔两公尺放一块黏板。虫数若是较侪时，在叶面使用杀虫剂来消灭伊的幼虫。蚜类主要是幼虫期间危害植物的叶片。幼虫有的是规身躯无毛，有的是有毛。幼虫习性不同款，在茎叶表面或者钻入花苞内部。依照害虫的种类不同款，生虫特别是密在枝叶的下面或者接近土面的所在，暗时才出来活动，并且未直接危害花卉。也时常看到的种类有车门叶蛾、甜菜叶蛾。英文洋蚵、托马豆洋蚵、小白文冻蚵、台湾黄冻蚵等。亚豆糖、七根糖等天经发生真严重的残酷，在下一季进食前应该先冰土，使米粒土地溶甲幼糖会当暴露伫外面，增加只海棠死亡的机会。顺势电杆看到枝叶顶端，但是有两日赶紧的给它扳掉。但是发现注入茎部的旧藤，上好电动避害部位，做一回给它剪掉消费。叶瓣中比较开始常看到有二点叶瓣、新的叶瓣、加赤叶瓣等等几种，因两是黏在叶片下边。就是二点叶瓣，土绿色的或者青绿色的，
其他都是浅红色的或者红咖啡色的。球员反射力真强，身边发育也真紧，满类生存在球片背面，虽然无食未飞，但是点醒了后会吐丝结网，搁再和风吹到其他食脏顶端，在打水环境发生真普遍。生虫加幼虫入碗，拢会使食脏会养分，使球片顶端呈现着真啊济普白色的斑点。表面的尿素转变成黄咖啡色的。在引进花卉种苗的时候，应该先检查是不是有大满，若是有的时候，应该先用药剂来防治，以免脱肥到其他食虫。食虫生长期间随时来检查食虫表面的背面，注意是不是有害卵的发生。食管会主要发生种类是先起来食管加地食管，两白色的钻形。先管伊的身躯钻形浅黄色的透明，表皮真光亮，伊的体型真小，用目睭看袂到。伫显微镜的食管加先管活动能力真强。两生伫花叶或者叶翼中间。软体都密在食虫的花蕊里面和叶子，在密度真高的时候，再在已经生长成熟的叶子后面或者花瓣里面看到。被食虫危害的幼叶和花苞，等待花开或者叶片大了后，表面会光亮，色泽就不美。已经严重感染食管的食虫，会当先将伊的幼叶加花苞给剪掉，因为食管拢密在内面，药剂喷袂掉，以后会伫食虫顶端继续危害。喷食管药剂时阵，一定要将药剂喷到伊的枝条顶端的新叶部位，才当达到防治的效果。除了以上所说的各种防治方法以外，也都要多加注意电杆的清洁管理。清洁的餐盘会当减少到真正一杂食性的害虫发生机会。花卉栽培期间，清除花园中以及花园附近生长的杂草，会当减少害虫的危害，避免害虫传播。切花修行，尽紧该冰土整理田园，唔通伫田间留落食虫，无搁再该管理。因为正食虫真可能就庇有真啊济害虫，安尼不但会飞到其他的田园，而且会增加这个田区下一季作物的害虫发生的几率。适当的害虫防治管理以及清园的工作。会当减少害虫发生甲危害。多谢收看。